提到小 S，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。小 S 真名徐熙娣，在1993年和自己的姐姐大 S 徐熙媛组成了组合 ASOS 而正式出道。在出道后也是圈了很多粉丝，有着很高的人气。在之后，小 S 更是化身主持人，主持了多档综艺节目，像娱乐百分百，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康熙来了。小 S 在2005年和老公徐亚军结婚领证，并在婚后生了三个女儿。如今她已经40岁了。而在10月最后一天的晚上，小 S 深夜突然上传了一段短视频。在视频中，她表示自己想要退出演艺圈，原因就是为了维持身材，都不敢吃美食。在这段视频中，小 S 是素颜出镜，穿着家居服，还有些愁云惨淡的样子。不过不难看出，她也是喝了酒的。在镜头面前，小 S 也是自曝自己正在不要脸地喝着红酒，而配菜呢则是涮牛肉以及荷包蛋，并且表示自己会吃这些是为了克制食欲。随后更是画风突变，大喊我要吃猪血糕还有麻辣火锅，表情极度委屈，称自己真的是很想吃潮州粽、麻辣锅以及最爱的方便面。对此不少网友表示，国际巨星又喝多了吧，心疼你，去吃吧，反正我们爱你也不是因为你的外貌。但也有网友表示不喜欢他，倒是退啊，你怎么看？